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，现在要来开箱的就是跆拳道的踢腿，叫踢腿还是什么踢法？是鸡腿。鸡腿，好。这是打的。看一下。然后那一次就买了两个。踢腿，那这个又叫做什么？好像双叶拔的样子，很像叶子这样子。我在那里帮我倒看。等一下，我看看侧边的缝线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套环，可以套在手这边，才不会被踢飞或者打飞掉。可以这样套着拿着。好，啊，这边有一个跆拳道，叫什么 ？The World Taekwondo Federation。PSE 什么的。世界跆拳道协会嘛，这边韩文。好，在韩国跆拳道好像蛮盛行的。好，看一下这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这个图案。OK。这都是一样的，这是买的是黑色的。塑胶味道还蛮重的。你看，等一下，好，那就开箱到这边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